个咨询者黄君琦，然后今天很高兴哦，那个易雪其实早上已经来我们学校过了，为什么那个是早上呢？因为其实易雪其实行程很满，很难约，但是因为今天托那个就是顺天国小的，我们才能够让那个易雪来我们学校，所以他早上大概把这个状态大概有跟我说，其实他就是我们学校需要的解决方案，因为我们有乐高有志高，可是呢课程怎么推，中间这一段差距，因为我们有选手，然后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比赛，可是中间的课程其实非常的最困难，但易雪这个刚好吧，所有缺的东西都补齐了，因为它是一步一步，然后从简单，然后到困难的，然后把它完全就补起来，所以他们的这一套教案其实已经有想过各式各样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是很感动，而且很满意。哦，不是工商服务，像工商服务，可是真的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